首歌是姑婆在十五岁的时候写的一首《马兰之恋》。哎呦，哦，姑婆写的，词跟曲都是姑婆写的，对对对。而且她的词很特别、很酷、很有意思哦。这是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对，很凄美。她的大意就是说，希望父母成全他们的婚事，如果不同意的话，她就要躺在铁轨上，让火车截成三段。这仅仅爱个巧鬼，所以她把这两首歌合在一起是合理的。好，我们可不可以请姑婆上来？老师现在几岁了？我现在八十。就是65年前写的歌。对，她20岁嫁人的时候，你哭哭哦。对啊，我舍不得，舍不得哦。你15岁都敢为了爱情要火车，安尼搞劫过三劫的。对对，你怎么你老了没有勇气了哈？害怕了哈 ？OK。就是我妈妈舍不得她那么早就结婚，那时候她要嫁出去，我舍不得，我没有参加。哦，所以你没有参加，哭到没有参加哈，他不想来这样。哦，是是是，他说我你的那个是婚礼，我去我哭可以看。哎，他，那你今天可以上台来这个为他祝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。那你有跟姑婆合唱过？有，他之前有前几年，我忘记几年前他有开巡回演唱会，我有演唱会，首先在那个板桥县政府，我有请他，那时候还小，也是唱得蛮不错，所以我蛮喜，又更喜欢他。哎呦，他不理我，他比较疼我叔叔。下次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卢学瑞了。对，卢学瑞是你。也有关系啊，叔叔，他要叫叔叔啊，是啊，真的，确认是你叔叔，弟弟的小孩，哇。那真的，这就是家学渊源啊，对，他今天可以合唱一首什么歌吗？
那个何时有情人，好不好？何时有情人？嘿，这 OK， 你们等一下，对面的朋友，哎呀，过火的感觉来了。几百行啊，哎呀，几百行行，几百行行，百行啊，哎呀，几百行啊，那都，几百行行，几百行行，甘肃呀，爱到二楼。谢谢。哇，好享受哦！其实我在大概快要三十年前哦，其实就因为张惠妹带动一个原住民歌手的一个风潮哦，才很多唱片公司肯定原住民做的音乐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坐动力火车的时候，然后在坐高盛美的时候，他们在就是重新翻唱就是比较经典的原住民歌手哦，这首歌一定是大家选的。然后说马兰之恋，哎，怎么选呢？真的像老师讲的，真的就是出现很多名字都不知道跟哪个版权公司买，没有人会告诉我这个歌属于谁的。问了版权公司说我们只能提存。对。那我觉得这个歌啊，还出现很多，就是网络上出现很多版本，有国语词，有台语词，有台语都有。对，我们其实有练呢。你真的要真的要练啊？我们在休息室练的那个一个小时，我们练了一个小时，哎，只练了四句呢，台语歌呢，台语歌词，对啊，对，好来，你也会啊？我跳舞啊，他想听你啊，他想跳，你过来一点啊，你过来一点，梅姐，梅姐，你起一个，这。这个气氛把我们加进来，觉得歌声都变好听了。谢谢，这是我们对镜子老师的致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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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上台跟我们分享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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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姑婆去唱歌，唱了她这个版本以后，我突然觉得你唱歌要再进步一点。她是来踢馆我的，对，我真的觉得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姑婆等于算是。原住民第一代的创作型歌手啊，那个时候能表达这样的情感，唱这样的歌，那个感觉是用生命力去演唱这个部分。那你这首歌如果能连接这样的情感哦，应该最后爱到桥鬼哦，不应该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，应该更入歌一点。因为你现在形态感觉是太欢乐的那个一个形态，好像突然我们到一个酒吧，那放松了这样子。我觉得你应该更感觉是说。哎，其实，在那么多年前，你姑婆写这歌，这么勇敢，这么有革命哦，挑战这些用字的禁忌哦。你这个时候如果爱到桥鬼的时候，你会有怎样的情绪？应该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老师，请您示范一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可以更音乐性一点。好，来示范一下。我觉得那是伴奏的问题。